吃面啊？哎，媳妇，这你这是跟蛋过不去了。昨天鸡蛋，今天鹌鹑蛋，那明天吃什么呀？还准备了个烤肠，啊？最近很火的十根小烤肠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听过。我今天给你做了。那你这不是四根吗？人家十根挺火，你这四根能火吗？哎，就这点面还够谁吃的？这点面，你最近减肥，你先别吃了。你晚上再吃啊。真是脏！你录不了啊？你不搞笑？再给我弄点汤。完了，完了。吃呀，我这。吃饭了。来喽。吃啥饭？这是，这里边啥？别动，这两个你选一个。哎，臭宝又给我来这一套，上次是不是把我给骗了，让我吃了个大盘蒜，让我吃这个吧。你确定啊？我确定，我就吃这一个，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跟你这么说。好，那你先吃吧。那你打开看看吃啥？你吃完我再打开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你等着吧。别唬我呀！你吃饱了吧？饱。该我了呢啊！啊啊！喂！啊！大螃蟹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早说！不吃。吃饭啦！哎，做面啊，饿死我了呗。等一下再吃啊。我饿死了。
吃，行了，现在能吃吗？不行，我吃完。不能吃，对，我饿了，这是到底是什么呀？怎么一点味儿也没有啊？这里边，什么味儿也没有。
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吃吧。来喽！哎呦，这又整个啥媳妇儿？这大盆小盆的啊？这两个你选一个，然后选哪一个？拿哪个吃完？选哪个吃哪个是吧？嗯。那我肯定吃这个呀，这个我就感觉出来了，肯定是好东西。行，那你选这个。那你吃小的啊。我看我的是啥？哎呦我去！我的鸡蛋河粉儿，我都闻见味儿了，泡椒河粉儿。你这啥？你吃完我再打开。好、哦，行行行，那我吃完你再打啊，别后悔啊。嗯，哎呀，我的泡椒河粉儿太好吃了。你这是啥？拿来吧你！腊八蒜，活该！哎呦我的妈！